这么多礼物是……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刚从外面回来。今天的雪好大啊，厚得像棉花糖一样。县长那里下雪了吗？如果下了雪，有什么最想做的事情吗？我的话，当然是和牙医布罗尼亚他们打雪仗了。哦，差点漏了中装小兔，不然布罗尼亚又要说我和牙医二对一不公平了。现在想想，我们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有玩得这么尽兴了。也许只有在生日这一天，才能拥有这样肆意玩闹的时光吧。说起来，我今年许下的生日愿望是，希望不仅仅是生日这一天，而是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和大家一起打雪仗。你说，这会不会有点贪心呢？不过，或许正因为他有点贪心，我才更应该为之努力吧。对了，县长寄过来的蛋糕超级好吃，美味程度和我最近刚学会做的特调肉可可不相上下。县长肯定不相信，对不对？这可是我用心调制的，绝对好喝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冬天就该喝点热的东西嘛，希望喝下它时，你心里也能变得暖乎乎的。提安娜。P.S. 如果县长喜欢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，独家配方，免费教学。